咱现场煮了12个鸡蛋啊，咱吃一下它效果怎么样？全程视频无任何剪辑。咱现在先打开水泵。设备开机，开始工作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。这个是12个鸡蛋煮出来的效果啊，偶尔有两个会有一点点多少有点残留，但是正常的都没问题。